Man 的魔法 A B C。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。哇，好热闹啊！悠悠妹，那边也有舞狮的表演呢，我们一起过去看看。好啊，好啊，走。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。哇，这狮子好有活力哦！猜猜看，我是谁？看他的动作这样，你一定是太阳哥哥。答对了。太阳哥哥，我觉得这个舞狮很有趣，你可以教我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优妹，你想要拜师学艺的话，那是不是应该要先请客才对啊？哦，没问题，我准备吉祥食物请大家吃。吉祥食物，好喂。今天要学习的是跟新年食物有关的单字。年糕 rice cake， 年糕 rice cake。 水饺 dumplings， 水饺 dumplings。 橘子 orange， 橘子 orange。 哇，好丰盛哦。这么多的食物一定有不同的意思吧。水饺像元宝，就是招财进宝。那年糕呢？我知道，步步高升。那橘子跟凤梨呢？嘿嘿，这就是大吉大利跟好运旺旺来啦。还有一样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大萝卜。这还不简单，萝卜代表的呢是好彩头。Bingo！ 太阳哥哥，恭喜发财！祝你大吉大利，好运旺旺来，步步高升，还有红包拿来。对对对，红包拿来，红包拿来。可是我还没准备好哎。没关系啦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祝你好运旺旺来。那不如就包一块钱好了，一元不值。拥有 YouTube 有好多精彩的卡通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赶快按下订阅键，看到更多最精彩的卡通哦。除了订阅我们，